如果我哋要 proof 一個數，佢係咪一個 rational number 咧？咁我哋可以睇翻 rational number 有理數佢本身嘅定義係乜嘢啦？咁有理數本身嘅定義咧，咁佢就講緊一個數，佢如果可以寫成份數嘅形式咧，係啦。咁當然分子分母都要係一個整數啦，咁啊唔取巧嘅呢方面。咁咧，佢就係一個有理數啊。當然，咁我哋要令到呢一個份數有意義嘅話咧。咁唔少得嘅就係呢一個分母嘅部分咧，係唔等於零啦。咁呢個應該都顯而易見啦。咁對於呢一條題目，一個無盡嘅循環小數，我哋點樣可以將佢化做一個分數咧？咁條問題就轉化咗呢一個形式啦。咁基本嘅做法咧，我哋可以切啊，一開始我哋切題目要求嘅呢一個數啦。咁英文咧就係 let 啦。題目要求的這個數呢，我們給一個符號去，那就是 X 啦，就是題目講緊的這個數 3.14159254 是啦，那呢它由92654這裡開始循環的。那我們拿完 X 是這塊東西之後，我們下一步怎樣做呢？那我們就開始數一數啊，一般的做法我們開始就數一數究竟循環的部分有多少個小數位，那呢 ,92654 呢有5個小數位的。那下一步我們要做的呢，就是將它乘大10000倍了。將這個數乘大了10000倍之後呢，這個就是 X 啦，是不是乘大了10000倍，即是小數點移123455個位了。那怎樣移法呢？就是這樣移啦，141592654。那當然未完的嘛，由於這裡斷了纜，那我們在這裡 copy 多一 set 啦，92654。那呢循環的部分呢，就是在後面這個位，92654這裡紅色點緊嘅呢個位，咁點解我哋要揀10000咧？嗱，我哋揀10000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睇到循環嘅小數位咧有五個位啊。咁我哋點解要無啦啦乘個10000落去咧？咁我哋只要再抄多一條 X 落嚟，咁啊對比一下，大家應該顯而易見睇到下一步要做乜嘢啦。咁下一步要做嘅咧，就係、是、當然切個 X 喺度啦，將個 X 抄翻落嚟。咁咧就係、是、水小數點調翻水對翻呢個小數點啊，3.14159254。咁咧，我哋遇到兩個數，佢哋小數點對齊之餘咧，個循環小數位咧都對齊喎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基本嘅代數計算啦，咁下一步咧，當然就係雙減啦。我哋雙減完之後咧，咁左手邊等好嘅左手邊咧，我哋就有10000減咗一個 x， 即係9999個 x 啦。而右手邊咧，由於嗱，這個就是循環小數的部分啦。循環小數的部分呢，你看到一模一樣對齊了，那後面呢這一 part 呢就沒有的。那左手邊這一 part 變成一個普通小數的計算，那就是得出來的答案就是31415，這個就變成6啦，然後1239是啦。咁然之后 X 亦即係我哋本身设嘅呢一个无尽循环小数呢，咁就会有呢个答案啦。X 就等于314156.1239/9999啦。嗱，咁我講過話 P 同埋 Q 同時都係要整數噶嘛，咁啊為咗靚仔啲嘅話咧，
咁我哋就可以設呢一個數咧，就會等於翻咁好簡單啦。分子分母同時都向小數點向右移四個位，咁就會有三一四一五六一二三九 over 9999再乘以10000，咁都係向後邊移四個位啫。咁咧呢個就係答案啦。咁既然 proof 到啊，呢個 x 就係又寫成一個份數形式啦，而分子分母同時都符合曬呢一啲嘢喎，即係分子分母同時都係整數嘅話，咁呢條數就做完啦。咁證明咗有理數就係咁樣 proof 法嘅。咁日後咧見到有關於 proof 一個數係唔係有理數咧，我哋都會 stick 翻呢一個定義嘅，就睇下嗰個數可唔可以寫成分數嘅形式啦，分子分母同時都係整數，而且係約簡到最簡嘅分數啦，即係佢哋互質咁解，而且個分母咧同係同時唔等於零嘅，就係咁啦。